我的故事，若要讲，就要对26年前讲起。我难打掉。我少年的时阵，我是一个滚头师傅，大家拢叫我蓝教练。我就知道你想入的，啊！你看啥啦？真惊！我来看好看的。好看？啊，唔错，人咧辛辛苦，我看来。哟，啊，我来看无？啊，你就去我打吊哥啊你！有影无？